请跟我一起欢迎大明星罗志祥先生。新书以及新专辑，谢谢，独一无二。哎，翰宁哥，谢谢谢谢。他那个越来越多珠宝，还有口红这类的东西，是，所以是就是要拓展化妆品事业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谁说女生只能擦口红，男生不能擦一样。然后今天他特别请了一个神秘嘉宾来帮他助阵，你知道这个人很大咖吗？能够从门背后走出来，应该比罗志祥还要大咖吧？可是现在演艺圈比他大咖的人不多哎，所以是周杰伦。好，我们把门打开，欢迎这位神秘的客人吧。欢迎神秘嘉宾。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我要谁？我说他是谁？是我堂弟。你堂弟？这也值得我们开门欢迎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就觉得为了神秘嘉宾是来个妈妈之类的什么。不过，所以是要讲感人的故事吗？现在？请问你是演艺圈的人吗？这一段吗？不是。你是谁？演艺圈旁边的人。什么集团店的吗？是谁？在艺人旁边的人。所以他是我堂弟，也是我助理。所以这位堂弟是很重要的人，就是主持过蔡依林的演唱会，主持过蔡依林演唱会，也演过那个《我的野蛮女友》台湾版的饮料广告。他学那个车太铉。对对对。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就跟他认识了，因为我跟罗志祥也算是十几年前就合作。结果呢？然后他当时就一直在罗志祥身边。真的吗？然后我今天看到他觉得很惊讶哎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也没有老化，虽然观众可能不在乎。其实他本来是，因为你知道他的工作。你说十几年来他都长一个样子吗？因为罗志祥如果越来越紧绷是合理的，可是工作人照理说应该是越来越垂啊。没有，因为我们有一起去做有氧运动啊，一起去跳。罗志祥越来越紧绷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不觉得他整个脸好像是这样？你有在没？你有在暗示什么吗？就觉得他维持得很好，或者是你有没有啦？你有 do something 吧 ？No， 我真的是 tell me the truth。我记得他以前来康熙就笑的时候眼角还会有纹路，现在已经没有纹路了。还是有啊，那是笑纹。笑给我看，有没有？啊，那是笑纹的，还是会有的。所以应该是有脸部保养吧。堂弟现在不跟他聊。阿兄过来一下，因为依照惯例，门背后出来就会站在我们俩中间，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最纳闷是，听说你今天要来跳舞啊？啊，对，这不是太古怪了吗？他跟蔡依林一起同台表演过，哎，为什么？跳大丈夫啊，那个校园主持。你也是主持人？是刚好我有空，他刚好他休假嘛。所以你就算是艺人啊，所以你只要不陪罗志祥的时候就去主持校园。是刚好那个时候，他要去美国吧，练舞吧。OK。然后刚好我没事，然后刚好叫他抢陈汉典饭碗哎。他主持那场是陈汉典本来要主持，不是，好像是汉典哥没空。对，好像是这样，没空主持蔡依林的演唱会。哎，我这样讲好像也不对哦。其实刚好没有，刚好没跑。对对对对，刚好。可是你那时候不是号称就是蔡依林一连串的巡回校园都是你主持吗？事实上只有一场，我三场一场。所以小猪，你的助理是不帮你当助理的时候就去当演艺圈的主持人啊？他有时候不没有跟我一起工作，他以前是开计程车的。那我去，你到底是谁？那我去，可能去拿，可能去外面工作，他没有跟的话，他可能就在家开兼差这样。那你每一次拿到两大袋罗志祥的衣服，如果给他的粉丝们，粉丝们都会尖叫着用高价收购。不会给粉丝。你真的有穿吗？我现在身上就是他的衣服。这是罗志祥穿过的。只有内裤是我自己买的。我球鞋 bling bling 哎，也是他的。所以，因为我们从小就长大，所以他今天穿的这个，等到过一阵子也会落到。这个不会在他身上，因为太 fit。对。可是我问你，罗志祥的这个行为对你来说真的是贴心，还是有给你造成困扰？送他妈带衣服，不用买衣服啊。可是我大概当他助理就是没买过衣服。那你会不会照着镜子，然后想说为什么他穿是那样，你穿是会变比较随和？他穿得很可爱。你如果穿这件，会跟他的味道完全不同。会不一样，因为这件完全不像是你穿过的衣服哎。你介意会介意穿穿看吗？你们 OK 吗？我们 OK 啊。OK 啊。我有点害羞哎。我害羞什么？你最近不是练肌肉那边大欧特漏的吗？哦，这个不适合啊。好，因为这是 XL 的。可是这不是你穿过的吗？对，我会拿它穿同一款，我穿一款同一款的，因为我是就是有些是拿来练舞用。穿一半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这样。竟然不露？哎，你为什么不露？你手臂不是现在这些女生脱裙子的方法？害羞嘛。你手臂要看，和你闻闻看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
是罗志祥，你练手臂不就是为了要展示给大家看吗？就会害羞啊，因为他可能是演唱会要到时候才要给人家惊喜的那一种。也不是，就是你突然间会大家会开始注意那边，我就觉得有点害羞啊。你穿起来是好看的。对啊，哎，你超适合的。要不要收回来？哎，怎么样？我怕哪里？刚刚擦了一个武器。我觉得这件 T 恤你穿起来也看起来很不衬头哎。这也是你的吧？对不对？也是 OK 好。好，可是今天我们看蝴蝶，你叫你的粉丝啊，都行。你是不是其实很希望我们叫你把手臂露给大家看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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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希望。讲真的吗？我讲真的。1 2 3 go、没有了。你在演唱会有邀请小 S 一起表演吗？有有有有。然后到时候是要大露特露吗？也没有，我的这次演唱会衣服也不是要大露特露的、可是你都已经练成这样，为什么还不露？可是我不是要露的、我是要穿衣服好看的。那你那次主持成不成功？很成功。很成功吗？他跟蔡依林在台上共舞。有跟蔡依林也很好，对，也打麻将这样。而且微博人数也很高哎。你对啊，你又不想当明星，你开干嘛开微博？因为大家都你微博叫什么？叫活力松，活力松，叫活力，人家有活力。不是你图个是什么？你想要培养自己的粉丝，还是你要讲罗志祥的事？大家都在玩，我想说一起玩嘛。活力松的粉丝有多少人？8000多吧。那你觉得对面的偶像团体的成员要跟你一起舞蹈比赛，他们心中作何感想？我不知道哎，就威廉，你有不高兴吗？没有，因为他刚刚讲的那个蔡依林那个片段啊，我有看过，他蛮厉害的。他还会，你知道活力松还会跳萧亚轩的舞。萧亚轩我没有 follow 到，是哦。你会跳萧亚轩对不对？有学过一点点。哦，我喜欢这样，你看我让开了。对啊。哦，上了。哎呦，有真的有哟，真的会哦，很顺呢，很棒哎，对，后面力你在这边的时候，这边肉都在抖哎，舞步很准确，我不想为什么整个舞出来意思完全不同哎，我觉得我们这一集会把观众惹毛，因为明明就有罗志祥，我们是在专访啊，观众很多。遥控器把我们的镜头移过去，这样自己在家里转到电视机这边来看，是不是看得到这个角度？斜角，不要再整观众了。欢迎我李松，请坐吧。除了阿松之外，还有两位据说跟小猪有点渊源的人要来参加小猪的舞蹈比赛。威廉在你们贵团里面应该算舞蹈最不是还好的。该不会阿松的舞蹈还比你强吧？其实我觉得阿松是一个真的还蛮可敬的一个对手。哎呦，我要他刚刚那个萧亚轩的你会吗？我不太会。那个哦哦哦哦哦。哎，来了来了。阿松跳的比你好哎。哦。他不会。我自己加的。你在不会跳舞的女生在这边练。你跟罗志祥认识是因为你们同台表演的时候，罗志祥会把你抓到旅馆房间去训话吗？就不算训话，就是有一次我们在香港当特别嘉宾，然后那时候就是觉得人生好像有点乌云还是什么，就找他聊聊天。是你先主动开口的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他就是在表演前就说，哎，今天晚上要不要来？因为他要表演之前还会嘴巴都是这样，他说要不要来我房间聊聊？他已经在筹备一个嘴型，是给那个舞台的。对，因为他要那个战备状态啊。那我想说，他这么嘶牙咧嘴的，我想说应该要去一下。威廉有观察到一件事，说罗志祥每一次在公开场合拍照的时候，牙齿都会用力。你也知道这件事？很多男明星都这样啊，会故意把这边的肌肉咬出来。我不是，因为陈建州也是这样。他比较明显，他比较明显。就是。然后鼻孔会有点撑大一下下，为什么要这样？不知道，他想要轮廓很清楚。他这边他要这个轮廓，对，这边他不是很清楚的。有些人这边比较少的，所以你是要用这边的肌肉？不用哦。那你观察到是什么？他就是弹跳舞台，因为我们常常就是哦，是弹跳表演的时候啊。有一点表演的时候啊，拍照不会，拍照不会。为什么一定要这样？就是一种 attitude。可是嘴唇放松，那个 attitude 就没了吗？你伸上台，我们碰。有，就是这种感觉，我要准备开始的时候，一定是这个嘴，然后还没开始就开始喘，
就是还没开始唱也还没跳就要喘的感觉。怎么弄？就一个。这样观众会觉得你体力很差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会这样吗？就整个我们是屏住，他们会屏住呼吸看我演唱。而且你舞台很大，很多很多，他坐得很远的人，他看不到你的身形跟动作的话，你在我这边。哦。我有听说过，因为我有女生朋友，他们去听马友友拉大提琴，他出场也这样，哇，也弹起来。他们说他们根本没有在专心听大提琴，他们一直在听中间没有声音的时候，他那个。他在听马友友呼吸的声音，就觉得很性感，所以女生会觉得男生呼吸很帅。所以我们现在请阿松示范一下。哇！喘气，喘气，牙齿，牙齿，牙齿，要很凶，很凶哦！深呼吸，你没有喘气啊 ！Attitude， 有人做这件事，为什么完全不是你一个调调？像打架，打架。所以弹跳舞台是你个人专属的，是不是？我好像比较常跳的，对他蛮常跳，他很会使用弹跳舞台哎。你说里面有长弹簧床，然后这样蹦出来的，因为像我顶多是使用过升降舞台，是，然后在起来的时候我已经吓到不行，然后我就偷看过罗志祥的彩排，他的那个不是升降，他是咻，然后他整个人是真的会弹起来，然后还有，然后我想说天哪，他竟然不会，因为连我慢慢升起来，我都觉得一直在尖叫了。罗志祥部落格献殷勤，康龙小孩子却遭冷落。你也没有约罗志祥，他就自动关注你。我家的都是有上过我们节目的，然后有没有大元？大元有啊，你看吗？你关什么时候关注我的？我早就关注你了，还没有啊？我关注，我关注完的时候，我还跟你讲说，哇，终于关注我了，哇，好开心了，有没有？有啊，关注了他，还有关注我，我有关注你哦。快手机拿。我为什么问威廉这些问题？是因为他今天来，他好像不是抱着是罗志祥的粉丝的态度来的。嗯，因为不是，对不对？我粉丝哦，嗯，他不是，我觉得他是为了今天自己拼的。对。可是因为我们很少有看到访问内容，然后来宾再三强调他不是别人的粉丝，因为像宝爸他就会说他很崇拜你，然后阿松也是一路看着你变巨星，可是他是再三强调说他真的不是你的粉丝，他说你在他眼中就是一个平凡人。没有。哇，你好棒哦，你好棒哦，我真的觉得真的好棒，谢谢你。他没有这样子啊，他只是很奇怪。你看威廉说罗志祥真的是明星吗？这是剧啊，对，真的，真的，我没骗你啊，真的，我才想过这个。天哪！请问说你求他关注你的微博也求了很久，是不是？用“求”这个字，你看他又来了，算蛮贴切的，算蛮贴切。不要是开玩笑讲的，他说你拖了多久他才关注你？因为我们那一阵子去上他的节目嘛，然后我就是有跟他讲，可是他忙又会忘，然后回去我就跟他合照。这是粉丝合照完之后，我还会 at 他，然后说想想我今天跟你拍照，然后赶快关注我。然后可是过了大概两三个礼拜，我又上他节目再提醒他一次，大概这样反反复复大概三次吧，然后他才。你知不知道坐你旁边那个女生？嗯，就是她还没有关注罗志祥之前，罗志祥就关注她了。应该是，反正我就看你关注我就蛮开心的。所以你也没有约罗志祥，他就自动关注你。因为他以前也是常上我们节目吗？没有啊，有他以前上。所以是美女你都这样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因为你关注蛮多小女生，我都很惊讶。哪里有些做下，因为没有你的戏。好了好了，现在是多的，因为都是透过可能工作人员说他有关注我，我才会去关注别人的。因为罗志祥很敢在微博上面跟女生有互动，你知道吗？我加的都是有上过我们节目的，然后有没有大元？大元有，你看吗？大元就跟宝宝是同一种的。他们是上节目，他们就说哎、欸、有关注我。对，那如果只要上过康熙的，我们都关注的话，那我们早就爆炸了。可是如果当有人说哎、欸、关注一下，关注一下，你不可能说不要。对啊，这很奇怪。那你怎么会真的在微博上跟他们互动？因为他们都会留言啊，拍照，我就说啊，我就关注一下，关注又不会怎么样。所以你也有朋友，你也有关注陈汉典吗？哎，他我昨天有关注了啊，关注我了，因为我一直看他的那个，对，关注都没有我，你关什么都关注我的，我早就关注你了，还没有啊，你关注我还跟你对话，我还跟你想说，哇，终于关注我的话，好开心了，有没有？有啊，可是我关注了，我还跟他对话，我关注了他，还没有关注我。
我真的有，你没关注蔡康永。我微博一开始的时候，你就康永哥都关注我了。你没有关注蔡康永，你没有关注我，我有关注你啊。没有，换手机。你关注大元，你不关注蔡康永。我有关注呀，他关注宝咖和大元，然后没有关注我，好惊人哦。我有关注啊，你嘲笑我们节目哎。真的算了，没有关系。你坐这边。坚持录一下，给你，对对对，哎对，哎，你竟然在模仿陈汉典，不需要，还赶快换回来。好，所以宝康他说实话，你还没有关注他的时候，他就关注你了。嗯，而且刚上节目之前，因为我前阵子的胃痛，然后在微博上有发我胃痛，然后他刚上节目之前就关心我一下，说啊你好了吗？我有偷听到，因为理论上小猪要跟你。演唱会一起表演，应该要专注的跟你谈一下演出的内容嘛。就他就一直跟宝哥聊天，他完全没有跟我多聊什么啊，惊人哦，在我面前这么明目张胆，干嘛？真的？可是你怎么会关心别人的胃这件事？他手术上胃有有有，你有看到？你有看到 S 先生徐亚军撞柱子撞到满头流血，你也没有问我说你老公还好吧？让他感冒，把卫生纸塞在鼻孔里，说病毒好强硬。你所有的脸部表情，而且我现在一直耳鸣哎，你知道吗？额头发亮这件事，没有他的任何表情，什么人中的表情，什么我都有回你哎，所以他对你真的很热心，对不对？就是会主动回复我，或祝我生日快乐什么的。祝你生日快乐！他知道你的生日几月几号？就是他有回复我啊，是你先讲你生日吗？对，我 po 就是我的照片这样子，然后他就说祝你生日快乐啊什么的。我怎样吗？不是为什么要祝他生日快乐？你好周到哦。可大家艺人不是就是我去年生日你也没有怎样啊？不是，我不用我生日，我现在十月七号了，写下来，记在通告表。因为我真的不懂哎，就有需要这样这么关心吗？因为他们常来我们节目啊，有吗？有。可是为什么宝咖咖说他自认为他不是你喜欢的型？他是不是你喜欢的型？他很可爱啊。可是有可能是你会追的吗？他太高啊！你去他旁边站一下，我看。哦，算高。是因为他现在有穿高跟鞋。没有太高啊，穿高跟这样穿的话，穿了还不到你啊。我觉得太高。所以你这样还太高。像你这样身材，身高差不多的。我很高哎。这个，因为我要怎么替你？不是我跟宝康他是一样高，我不懂啊，你什么意思？哪里？你看我们俩一样高啊。对，我知道，你比宝康高一点。好了，你走开。哎，我额头真的很亮哎。是不是上了年纪的女人都有这种现象？下一集梳刘海。所以，你爱罗志祥吗？就是因为上次赵哥就说我暗恋他，但你不是真的爱他吗？就是欣赏啊，没有到。愛這麼你不是说你小时候开始四大天王里面你就只爱他一个吗？有追星过啊？真的假的？嗯，有追星参加他的签唱会的那种。对对对。所以第一次我都是默默的。你进演艺圈是为了见到他吗？见到他还蛮开心。第一次去录鱼摆的时候蛮开心，所以就觉得他在我面前了。那去鱼摆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跟他讲说你小时候参加过他的签唱会？没有，我不敢讲，我都默默的。可是如果他跟你交往，你会超级高兴吧？不可能吧？真的吗？少女矜持。那我问你，他那时候关注你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一丝丝想说他会不会是喜欢我？没有。把他过来，来到我们中间了。他有没有在微博上发私信给你？没有，我发私信给他，他不理我。你发私信给他的内容是？我只是说，因为。他回复我之后，就有很多他的粉丝就加我，然后我就私信他说，微博好像是为你开的，因为很多人的那个账号都是他。你这是吗？这是调情？没有啊！你私信给偶像说我的微博好像是为你开的。可是我说很多人的微博是为他而开的，对，因为那个 title 都是他的名字，就是我爱罗志祥，但他不理我。真的。这个我不知道，你今天干嘛一直哎呀？这很多惊讶的事情都不知道，不认人啊！这个我真的没看到。如果你收到那封私信，你会回吗？我会回啊，我会回啊。你会回说我的微博也是为你开的，这不会啦，不会，我会说哪有微博这么多人在使用，怎么可能是？那你的微博是为他开的吗？没有啦。那你有他手机号码吗？没有，请你回到你那边去。
很正常的啦。威廉呢？你有他手机号码？他说今天会留给我，还没有。我想今天也不会再留给你。会啊，会啊，会啊。你有他手机号码？有，可是不知道他换了没？没换了，没换了。没换吗？没换。有传简讯吧？有。那时候康熙盛年结束的时候，我有传简讯给他，谢谢他。然后呢？我就会回他说恶心什么，然后遮到我房间了。啊，气嘞！不要鬼扯。好，三位今天练了舞蹈呢，想要在罗瑞堂面前表现一下。然后令人最担心的应该是威廉吧？嗯，对。你见到你的伙伴们有来陪你哦？对啊，蛮感人的。他们是来看好戏的吗？他们一方面就是来看好戏，另外一方面就是来看看我有没有好好进步这样子。可是这样对他们礼貌吗？他们再怎么样也是偶像团体，怎么会不用上节目的时候还站在旁边看？没有，不要站在旁边。阿伟还戴了墨镜。阿伟需要椅子吗？没有，我是来支持威廉的。阿全需要椅子吗？站着没关系吗？好感人哦。不访问你们 OK 吧？访问一下。为什么要来抢戏？我只有我自己有练舞，我为什么要来抢戏？而且他们打扮就是为了要上节目啊。哎，欢迎他们三位吧。因为其实今天威廉有一个大任务，就是要挑战罗志祥的舞蹈。那他是第一次离开我们三个，然后自己挑战一个，要对着音乐对到拍跳舞，所以我们全程帮他做了纪录片。你们三个是来看好戏的吗？有这个成分。然后我们有想到说会被 Q 进来访问，所以我们今天都有妆发。没有，我素颜，素颜。如果我们真的没有请你们进来访问，你们回去会懊恼吗？他们一定会懊吧。罗志祥真的有把你们四位请到房间去，告诉你们偶像团体应该怎么相处吗？有，其实他的话对我们来讲是蛮帮助的。是大道理吗？是大道理，而且是半夜三点这样。可是威廉说一点都没有帮助。没有啦，我没有了。你好棒哦，真的。哎，我要听他的训话内容是什么？因为他以前是团体嘛，那他会跟我们讲说，哎，这个应该要怎么走。然后，而且他讲蛮久的，讲应该有三个小时吧。我觉得他有三个小时，都是他在讲。我们有分享一下，我们十二点讲到三点，差不多。那其实有时候已经在打瞌睡，但还是要打起精神，因为他在跟我们讲大道理。那你们真的有听到哪一句是你们很受用的吗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叫你们解散。他意思是说，团体就是这样。可是你们要在一起的时候要珍惜那段时光。小猪当时觉得他们团没有气势，对不对？不是这个问题，是他们因为变四个人的时候，怕会让觉得这个团体是变得不完整，更少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拿起一开始那种气势出来。气势怎么拿？不是因为他们以前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很活泼啊，然后当他们四个人，阿伟应该会吧，跳出来龇牙咧嘴，然后喘气。我要打十个。格斗歌王的声音，很像临时演员第一天上工，然后太嗨。小猪平常是很对晚辈都会加以开导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因为他们有经历到，就是我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啊，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把我以前的发生过的经验跟他们分享。然后以前因为人一定都会有一些高低潮嘛，我觉得低潮真正的成功不是看你一开始飞得多高，而是你低潮之后反弹能飞多高。就是那种感觉，我希望他们四个像是一张桌子一样，可以很稳的站在那边，而不是四个人像是一张桌子这种话，你也讲得出来？这是你自己想的 slogan 吗？不是啊，我那万一三人团体要像什么？就三角形啊，就变个三角形。那两人团体就站不住啊，就脚踏车对不对？手跟手就要互相拉着，就变成两个字要。对。干嘛去？你为什么要学这些格言？三点了。那如果七人团体？不要这样，彩虹，彩虹。快点宝咖咖秀舞技，蔡依林却意外中箭喽！爱的出场秀，用指点都用，你也有手，偏偏邀请不起，有人围靠。你跟后面两位 dancer 跳的是同一支舞吗？动作太不适合女生跳了。不，这蔡依林也有跳，一起跳的。蔡依林跳的又不好。真的，我因为我把我的经验跟他们分享，没有很受用，他们是打瞌睡、啊。不是，他对我们真的蛮好的，他会就是照顾我们，然后给我们衣服穿，就是。你们每一次就是去他家玩，然后就
这是我啦，对，很晚了，然后只是想要聊一下天。对，他说他要带我去参观他的更衣室，根本就是像外面的潮店啊，对，很多很多。然后可是线香吗？啊，有那线香的味道，东区线香的味道。然后他就拿了一件外套给我，我就很开心，我觉得很帅。但他补了一句，他说我这不太想穿，看要不要穿。然后我就觉得，是该开心还是？但我觉得就是他不好意思说要送你，就故意说我那件本来应该是要给他穿的。没有啦，很少一件，那件是皮衣。我说我这件很少穿，我穿过一两次。然后说我因为我。常穿，每次你可能想说这衣服可能不会再穿了，想要送给别人的时候，你就应该还会再穿吧，你就把它挂回去。隔了一年之后，你哎，我还是没穿到它，那不如就送给人家。你们三位等一下看一下，我们预测威廉今天是跳的最烂的耶。没有，我错了，我们预测也是这样。因为我们一开始呢，在帮他就是接音乐的时候，我们就想了一些梗，对，真的吗？节目的方式让他呈现是有趣的。我们之前已经听说阿雄很会跳，然后就不要叫威廉跟他硬碰硬，走另外一个歪的路线。刚刚有看到阿雄的舞姿吗？有啊，觉得怎么样？就没有我想象中的好。阿雄，你刚刚有认真跳吗？有认真跳，有我认真跳。全部的实力啦，我想等一下会更用力一点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要见识他们的舞步了。威廉加油！加油！好 ，OK。第一位上场的是宝咖咖。你总是爱耍无奈，感情世界一片空白。Oh， 你的爱都在等待没人进来，想当个女孩，除非发生意外，没有人说你不帅，老天会替你安排，至少会找到真爱，等待向你走过来，不再把爱白放出来。跳的是同一支舞吗？因为就常常你们是好像拍子会分开来的，真的假的？可是不整齐啊。可是他有进步，有比之前来康熙跳更好了。谢谢。是这个舞蹈就是很阳刚，对，其实蛮 man 的。所以小猪，如果由你来指导的话，刚刚有哪些舞步是你觉得可以做得更好的？面对镜头其实是不好看的，他一定要有点侧，会比较漂亮，因为正面你会见你这种脚开开，就好像这样。对啊，如果今天他是站有点侧的话，就会比较有。可是刚刚看宝刚他跳的时候，好像只有就是骨，他就是这边很狠，怎么样是吗？就是他骨盆那个部分好像比较有力量。对，就是他这个动作很狠，然后后面就开始进入，然后其他的好像就没有办法。对，就是手会。松下来，就像手那种，要怎么样跳才会？就是他这个动作完了之后，噔噔噔噔噔，就是这边的手要定在这边。他是顿点的那种。对，可是他这边就会手就会放下来，脚会松掉这样。这个动作太不适合女生跳了。可是蔡依林有跳，一起跳的。蔡依林跳的又不好。没有，你有一个动作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他有一个蹲在地上那一区，他最后到地上来那区，转过来动，当当，然后转过来。那应该是在地上。这个是蔡依林跳的，因为我跟他一起跳的时候，这那一块是他跳的。请问那个动作到底应该本来长什么样子？就一样一样，就是这样，然后熟来熟去的这样。他是一样的。哦，你没有熟哎。然后穿高跟鞋超难锁的。哦，你喜欢看女生跳什么舞步？New Jazz 的东西，哪一类哪一类动作会让你高兴？不是什么起立蹲下哦，是什么？我喜欢女生就是会这种的，就是准备的那个哦，就当间噔噔噔噔噔，那就准备的那种 pose， 我就觉得那边很性感。所以说认真在那跳一大串反而不要。我不喜欢很忙的人，做一些那个他喜欢的动作，
看看。好难忙的，然后就是要预备动作那种。为什么嘴巴这样？实力有可能很忙。太多了，感觉很忙哎。要再少，再少一点，再松一点，少一点。很尴尬的，干嘛把人家逼超大，而且干跳，也不给听那种地板的声音的声音，也不给人家干杯子。不好意思，是我们太过分，为难你了。好，那个等一下，四位都跳完之后，让你决定一下谁比较符合你的期望。好，好，好。那下一位很不好意思的是陈汉典，不不，他很厉害，他很厉害。蝴蝶姐姐，你对你今天的舞蹈很有信心，对不对？因为看起来这几咖应该跳不过你啊，也不会，因为我们通常在这边表演的话，是以一个主人的一个心态，大家都是客人。我在节目是这样吗？没有啦，不是主人，不是啦，就是说我们就是纯粹表演，没有要一种 PK。那我跟他是用的很好，主人有三位是不是？也不是，就是说因为这算是我的主场秀啊，爱的主场秀，尖叫声，对。哦，你无路可走，还在有魔王。你等一下是要认真跳，还是有点逗趣呢？认真跳，认真跳。我们每次把他逼疯了，他就鼓掌。阿森威廉舞蹈打车听，小 S 评价两极化。觉得说他表演的时候，我一直跟他说：“现在不好意思，我们在录影机里头。”我是刚才你小型演唱会的人。不错哎，你自己想的吗？中间那个把头放在对，那个就是因为小猪他有那个眼墨镜，然后想说玩这个概念，然后流动一下这样。对，流产了，流产。然后你刚才在中间就是像结尾的姿势啊什么，你是打算要就因为蝴蝶也是可爱，蝴蝶对蝴蝶要有可爱的元素，但是还是要有这种。对，传承了。你现在自己会收场，不用我们逼你。好了，还蛮厉害的，蛮厉害的，很可爱。谢谢。所以他其实那个融入不同的元素这件事情，应该就会让大家很记忆很深刻啊。是。可是跳这个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跳这一段都觉得叶大哥吗？对，就是怪怪的。对，那边应该怎么样啊？正正的是是，他应该是过来，身体是这样。没有没有，要往后躺。这个没有音乐也很怪，你跳起来。对，这样也很乐器甜，好不好？没有，他是要那个。你这个乐器甜有什么不一样？乐器是这样的。乐器甜没有下腰。乐器甜没有，我们是往后，是这样过来，噔棒噔棒，下面我下面有动作没有？噔是要这样子的。乐器甜下腰。对。我懂了，来，为什么小猪干跳不尴尬？他只有搭配蹦。对啊，蹦。而且还有一个脚步很小力。有没有？就是有那个。
太干了，太干了，这很尴尬。来，汉姐，你再试一下那个夜行下腰，夜行下腰是这样。没有啊，你不够他你要往不是不是臀部，是脸后面哦。你后面要他整个人身体要往后，身体要往后一点。对，身体要往后。不会往后，你背往后会死啊。对对对对。对，要是挺，然后所以你下面要顶出来。对啊，我刚有顶嘛，对不对？这样顶。你是不是最近模仿叶富台模仿太多了 ？When we you will be mine， 对不对？管他管他管他管啊！你有没有觉得现在也被我们弄坏了？就是这个玩具坏掉，因为他很怕会尴尬，他就只好一直把它填满。好，那个接下来应该是比较到位的。好，好，他说上。跟他说：“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在录影机里。”就很像工作人员自己在。你知道，听说他都是替罗志祥去走位、彩排这些，是不是？排练都是他替你出马。所以他必须要把你的舞跳会，是不是？他莫名其妙就会了，很奇怪。有时候我们去表演，然后突然间可能庆功宴，然后大家跟我阿雄跳舞，然后他突然间就跳我的歌。我想说莫名其妙，为什么他会跳？那有一次是练《爱的壮秀》吧，我们在教室练舞。我就看他一个人坐在教室的外面，然后手机一直录影，因为录影就像狗仔的方式这样录哦，就怎么亮红灯，他录回去自己看，然后他就自己练。罗志祥这本书里面有不少的具体的内容哎，关于很多事啊，他其实写的很不错，就是那个，比方说他带女孩子回家的事，他拜见爸爸妈妈什么这些的。所以你当时写的时候就打算要讲一些你自己的，没有，那个就是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有的时候一定要让家长知道你现在交往的对象是谁，然后妈妈跟爸爸一定会有一些话会跟对方说，那就是他们之间的秘密，那可能会讲说啊，我儿子跟你之间有没有什么哪里觉得不好的地方，那妈妈就会透过第三者跟我讲，这样，叫我注意哪一些哪一些，然后他也讲他三次被劈腿的事情，然后他也写了几篇是关于。视讯事件发生后，他心情很不好的事，所以写了不少，还蛮诚实的。对啊，所以你现在还有在遵守不能破女色这，根本没有人讲这个啊。不是以前你白龙王根本没说，根本没说，是因为没有点要给记者，所以硬掰一个点给他们的。小双掰的吗？不是，这公司掰的。等于说你根本就可以，所以我困扰了好久。你会不会怕女生现在接近你是为了要那个借你的名气？不会啦，不要这样想，千万不能这样想。你是不是觉得如果你跟她交往的话，会太被人家讲？没有，因为我私底下我不敢跟主动去跟她讲话，我怕她会觉得我去贴她或什么。不会不会，所以我都她刚刚就讲了说没有高下之别啊，你完全可以贴。真的，这我爸爸妈妈跟我讲说，做人不能去看别人高。赶快贴着她。然后公布自己现在男朋友，不然这题可能就救不了你。我没有男朋友啊。OK， 太好了，恭喜你。
哎，威廉，你很放松哎，怎么样？你有舞要跳，你都还记得吗？我应该还记得。好，你要加油喽！好，威廉上场。我在拼什么？威廉，五六七八。原则，为你研究独家痴情的角色，你的快乐全都是我的对策，越拿你没辙，越要你解释我的独特。你想学成了陪你晒成他，而没说忧伤，绝对不想买单，想热闹晚餐，我用你帮你就花。七八，卸妆油七八，周油来来，阿哥进去嘞，嗯哇。我不再做某某某，我叫廖一英 ，Come on， 尖叫声！好啊，都不要叫啊！虽然就纯粹就舞蹈来讲是有一些破绽，可是整个设计很难打，好多很难完成啊。因为他以前跳舞都会说好像跟其他团员跟不上，嗯，现在好厉害哦。我这是真的蛮认真去学，而且就没有离开我的团员的身边，对，然后练舞，而且练舞就是我就自己看那个影片，但是数一二三四，是，而且他还有自己携带弹跳舞台，哎，对，而且跳得好好哎，然后还有那个两瓶油跟一张照片呢，就是。所以小猪有感动吗？有，很感动，他就会这个很好，谢谢。所以这样就应该不用再跟他训话了吧？没有，不是训话啦，不，对，那不是训话，不是训话，就是今天等一下真的会给他你的手机号码吗？会。讲真的耶，真的不怕他烦你哦？不会啊，他万一真的约你出去怎么办？去啊。OK， 来家里玩可以啊 ，OK 啊，有水族箱嘛。水舞赶快修好，快点，要开始。你还没有去他家吗？还没有去过。只有敖犬去过。敖犬去啊，回来跟我们说，那我们下次也要去，就参观一下。他家还有装潢啊什么的，是。而且还有很多不要的衣服要送他们啊。不是不要，这不是不要。如果威廉今天带来这么多惊喜的话，那我们就把那个汉典的工作暂时让给你，请你介绍一下他的这个演唱会吧。3月19他的台中场演唱会即将开始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家赶快去买票支持 Only You 的罗志祥。哇，他力气真的只有一秒哎！3月19他的演唱会，3月19演唱会听说有你大驾光临，有我哇，非常令人期待。你看我都一把年纪还要跟他跳，不要这样讲，我们很期待哈，恭喜罗志祥，谢谢。